兄弟们，马桶今天把胖哥给抓伤了啊！刚来家的时候，今天朋友来家里做客，我们家二哈开启了疯狂的欢迎模式，过于热情，扑上去又抱又亲，以至于把朋友误伤了，皮肤给抓破了。我让你看看在哪里，你看这抓的，刚破皮了，他把那个皮给揭了，还有这儿都是马桶抓的，抓的很锋利。你有事没事？没事。用不用去打个针？没事，没事，你去就。反正咱俩给我打过疫苗了啊，没事。没事，咱就放心吃饭了，胖哥啊。好吧，一顿火锅，不好，这顿火锅之后有事不许找我啊。好吧，一顿火锅吃过了，以后算了，好像没火锅，哥都找你了。啊，不能找马桶算后账。来，你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真没事，马东，坏事了，坏事了，坏事了，马东，完犊子了！你俩喝的饮料怎么叫走了？马东，涛哥。我觉得这一顿火锅吃的心不甘的，小心点啊，你别再过来热情了，回头给你剪剪指甲再说啊。马桶，你闯祸了呀，你这弄得胖哥感染了，咋办？胖哥你到底有事没事？你到底有事没事？没事，今天出了门我都不负责了，给你个火腿犒劳一下你。好，没问题。马桶，胖哥吃个火腿啊，因为你今天把他抓烂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还带护食呢，你大爷！你到底有事没事啊，我的哥？马桶，胖子估计有事儿，兄弟们，马桶过来跟胖子抢个东西吃，胖子护食了，把马桶都吓懵逼了，我操，马桶吓懵逼了，我操！你要不去打个针吧，我的哥？你对死我吧你！你想讹我你就直说，我的哥，你看你把马桶给吓的，我笑死我了，笑死我！我操，吵起来！不是完犊子了！小小马桶，你爸，你看你爸的抓的狂犬病都犯了，马桶，胖哥打针去，我操，打针去，我操。